前见到过真正的神。每天我在厉天宫俯瞰整个帝国，看到的只有人类的混乱，还有你们被盖亚当成武器到处使唤。行，余孽我栽种，人类无需向神明祈祷。杀了他！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他们正与神明作战，奋不顾身，前仆后继。让我死在重逢的路上吧。人类，当我找到给人命花的方法时，从来都不弱小。放我见证这一瞬吧。我才是帝国的主宰，盖亚从来都属于人类。这也是你对神明的最后一次冒犯了。来呀，就让你见识一下人类的力量。见证解除，看看是谁的最后一次。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所以场面话就没必要再说了。你觉得呢，深空之眼的管理员？被锯齿割到一定很疼吧？